时候我们到金门绕金嘛，我们代表台东县，那个先党部先政府办的，然后我们代表台东县的，我们不是我们了、啊，还有屏东、南投、花莲、台东，那时候我们去绕金的时候还在打，八二三炮战，还是你说还在、啊，他们还是还打，打的时候我们就休息那个。那个长官他说要休息，叫我们就休息，因为那个阿兵哥看我们表演是那时候那里有文化中心没有嘛，只有那个司令台而已。啊，然后阿兵哥是在地下那个早长坐下。那个打的时候，马上我们就休息，还要休息几分钟，然后等一下又开始表演。我们那时候也是很怕呢。就是也是先党部请我们去的啦，只有我们南王的，然后我们去那边迎接的时候，总飞机长人都满了一路上啊。我们是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一路上啊，因为那边的人还没有看过原住民嘛，特别的人啊，我们的衣服特别也有花环嘛，我们那时候特别的衣服，然后那个美国癌症嘛，我们的总统出来说，我们出来拿那个花，这样宪兵推给我们，不要出来，啊，那个摄影的都是摄影，我们也没有摄影那个美国癌症啊，大家都摄影我们原住民。这样，然后一直到那个先那个深东湖那边，我们在那边到的时候，全部阿兵哥了都是在那边，我们也是在那边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的总统一直在讲话，在楼上外面，就深东湖那个外面在讲。年轻人有的人年轻人都不会唱我们在唱的歌，有的没有太唱、很少会唱这些。我很想叫年轻人来这边，我教你们这个歌才不会忘记，可是都没有来小孩子啊，所以很可惜，我很怕会取消我们以前的原住民的歌，卢森堡作曲的，很少人在唱我在唱的歌。以后我们不在的话，那个歌我怕断绝了，会没有，所以我很想给年轻人叫这个歌。我是什么都可以，那个歌怎么样表演我都可以，我没有选这个不选选这个，能够唱我们就尽量唱，给年轻人听，以后就不会断绝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古老的歌，让给年轻人唱，以后啊要他们练习，不要断掉这个歌，要继续要唱这种歌，原住民不用骂的歌。达拉那巴哦来咖哩达拉南。シムシムウノカリダルカンホイオヤンホアイエイオヤンウアラウアイホザイチェンイホザイチェン